看这还继续打下去啊。翻起来了。
这边是伤心，我那边是伤心。比数，去不行，可以去问裁判。裁判一报给你以后，三比二，你怎么会在这发球？对不对？你们看已经，哎，听好一下，你们看已经打昏掉了，你知道没有？保持清晰的头脑，啊，然后现在换边发球。我还没发。换边发。这样子发，他们先。六十。嗯。六十，快点，快点。对。重新球队领先。短接有力啊！放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抱歉，这是飞，还有二比二。取用。另外，在黑森林靠近黑森林的地方也有一个茶水供应站，那个高年级可以用。好、哦，然后路上务必要小心，安全第一。跑步也要很专心，跟读书一样。好、哦，注意石头有没有水沟，有没有障碍物。好、哦，不要自己跑，跑看天上跑。好、哦，要特别留意。同学之间要互相照顾，可能也要麻烦在场的爸爸妈妈哈。如果因为我们人力有限哈，如果你在跑步的过程中有发觉小朋友身体状况有不好，或是体力不行，麻烦各位爸爸妈妈协助一下，帮忙支援。好，不然有没有问题？小朋友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我们要准备出发，消防队来支援我们哈，他会马上过去处理。好嘞，我们现在出发前来，我们按波数哈。来，我们整个流程我大概讲一下。出发，等一下，前面往马路这边看，有两根我们的校旗。好，我们的出发的路线全部都是这边出发，然后右转，渴望路右转到警卫室，右转，不要直接进警卫室哦。好，看到警卫室就右转。好，会经过消防队有达，然后经过新源路那条最大条的马路，昨天去年我们有跑过。低年级右转新源路，然后穿过黑森林回来，陪着孩子一起运动，一起跑步。那如果全程参与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份小小的纪念品，给各位。那也可以跟你的孩子做一个合照，到时候我们会一并给你。好，来，我们出发前，来，我先整理队伍。来，六年级，举手。来，登江。来，太慢，起立。专心注意，不是。好，来，第一波，起立。第一波，来往前站。那少江老师，麻烦。第一波，往所有都是向马路。第一波的跟少江老师。第二波往后退。第一波起来。加油！加油！
加油。加油加油加油！看到前面有水耶！哎，对，我也有水，如果你要喝哈，我也有水，如果你要喝的话。好，慢慢来，没关系哈，坐、哦。还没喝水。我跟你讲，青藏他做的红花季的，2018年，天啊！走一走，走一走，走一走。爷爷第二名，我是第二名。我来了，看他第几名。加油加油，好棒哦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，很棒哦！我跑第五名，我跑第五名。真的失去没有终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。喜欢的话，联系我们的官方。谁？我没有跑啊。他有盖章，他有那个校长盖在手上那个章才有。Thank you.
的，请到啊前面来，请到前面来，需要借用画板的，请到前面来。那学校可以借画板给你去使用，啊，你使用完毕，你再带回学校，啊，再带回学校归还。有没有？有没有需要借用画板的？好，那个几件事情啊，来，第一个六年级刚刚，哎，很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波起立，跑错路线的。好，辛苦你们了，不是你们的错哈，是那边出了一点小失误哈，指挥的把你指挥到里面去，害你们多跑了将近一公里哈，非常辛苦。有同学你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，想要一起回家的啊，麻烦你到我前面来，我们排成两路，不管你是坐专车的哈，或者是走路的。好，坐交通车、娃娃车的，请到前面排队集合。其他爸爸妈妈，如果蒙西试试。我还怎么没有电？上面190。好，不动了，这次这样，不要晃来晃去。还有气吗？嗯，那拍到妈妈的手，来拍到妈妈的大拇指，看这只青蛙有多大，拉远啦、啊，往后站就好了。我上面的大拇指，我上面的大拇指啊，往后啊，你往后拉，你这样对啊，这样才看得到。你自己往后站，你看这只青蛙有多小，非常小只，它是小雨蛙，小雨蛙背部为对称的波浪花纹，然后。它的花纹有两个，两条，一对或黑色小刮胡。它的小刮胡，因为它已经知道这边可以出来了。小刮胡有两个，所以它是黑蒙氏。来，跳走了。它是黑蒙氏，从吻边体侧黑色宽带颜色较深，黑色宽带。
的颜色比较深的是黑蒙氏、西氏小雨蛙。那它这是黑，它这是深还是浅？算深的，所以它可能是黑蒙西氏小雨蛙。小雨蛙吧。背中线有刮弧哦，它没有刮弧，它是只有这个。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波浪花纹，它是两个小波浪花纹，对不对？嘉禾，你要拍到妈妈讲的特征哦，背部。它好聪明，它准备要出来，你看。预谋了。哎呦，好来，赶快拍。对洞口啦，对洞口才拍得到它。哎，老公，你都不参与哦。你对着洞口拍到他的背，有很清楚。对啊对啊，我就说这样才会清楚。上次看到他背部的纹路是什么了吗？他又转过来了，你再把它跳出来，转过来呢，嗯，看他转到这个方向来，那赶快拍他的背。又吓到青蛙一下，不要再这样子踢那么大声，他真的被吓到了，滚到里面去。好，快点快点，难得在镜头，所以他没有小刮胡，他是这样子的，他就是小雨蛙了，他不是黑蒙氏的小雨蛙。哎，我们之前在那个什么去池塘观察的时候就看到小雨蛙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那时候他就抓一只这样子的小雨蛙给我们看，啊，那头就这样露出来，然后就让他手这样子，可是他一下就跳走了。好，这样子可以吗？给爸爸拍一下，他不会抓镜头。爸，你要先 pose 啊。今天是5月7号，也是2018年5月7号，星期三。9:54。8:54啊。哦，8:54，看错了。它这是小雨蛙，小雨蛙呢，它的特征呢是它的背部有纹路，它的背部的纹路。是对称的深褐色的对称的塔状花纹，所以它有一个外那个别称叫做饰纹鸡蛙，就是装饰纹路的美女鸡蛙，美女就是鸡的一种青蛙。雄蛙的鸣囊为黑色的，然后它的鸣囊是一种灰色，这只应该是雌蛙，很小只，身体是呈对等三角形，对等三角形的。好，你看它纹路很清楚，那它不到大拇指大，很小只。它因为已经它一跳跳很远，一跳可以跳，刚刚光它跳了超过1公尺，从这里直接跳到那边去了，可以跳到1公尺远。那个你要把它拉过来啊，那你就要拉，拉过来一点，拉过来一点，这谁？我弄到谁的脸了？是不是？我。哦。这样子啊，哎呦，你把兰花弄过来干什么嘛你？不是我弄，你自己不会弄吗？啊，什么都要我弄，就丑了。好了没啦？好了，蹲下来哦，要放了哦。好。让他自己准备，别把它敲出来。赶快出来吧。乖乖你的家哦，清风水上不要，好大只，它是要生了，让它在水里生，刚自己都要死。刚刚要死，要给它一点水，它刚刚已经碰到水，它我刚刚倒进去才是对的，都有用。不过刚受伤了，所以没事的。没事，爸爸
它一直都在这边呢。我知道，看不到了，它已经跳到水里面去了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。你们好像这张还不错。嗯？拿沙网，沙网，那个沙帘这样子扯扯。对呀、啊，蚊子又飞进去，有没有一样可以看？青蛙那只青蛙多三点蝌蚪，我记得我们以前这个池子里面有好多蝌蚪。嗯，池子下面第一次有，然后来呢？那个还有几次也有，有它有吃青椒，跟甜椒，它就这样切片，生的，然后就说他们家都是这样吃，然后要我吃这样子吃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。他就走，他就去跳舞了。嗯，跳有氧。然后他回来了，你才走。对啊。嗯。这边也有涂胶哦。这还没有，他还没弄好。你家人，你有没有去洗手？你有没有洗过手？对啊，九点喽。是啥？嗯。OK。好。我又跳蹭蹭的，是雷达系。那留给妈妈他们看吗？不要。嗯。那留在哪里？现在你们现在干嘛？我在拯救世界。这样可以吗？现在你现在干嘛？我们在拯救全世界的。在拯救妈妈的世界。做两个宿主出来，让她的世界能够。装那个样子很难看。
后下一个是截然不同的东东了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有问题要讲啊。这里是暂时的完成区。好，我马上来。哦，没问题了。哦，对，有一个问题。这边是工作区。要螺丝起。嗯？什么样子的？它上面有写吗？十字哦，陈嘉阳可以去拿吗？你知不知道螺丝起子在哪里？在哪里有十字起子？工具箱，爸爸工具箱。工具。哦。地上的，是工具，收一下。那些那个保丽龙板也是一样。来交给我。看你们就把它收到哪里，自己可以用了。工具全部收在一起。地上的保丽龙板。地上的保丽龙板。嗯。不是，保丽龙板要丢了。说清楚，政府能够做什么？他面对这个困局能够做什么？跟人民沟通，我相信人民其实是四大敌的。人
接到这个球的时候，有可能双杀的。垒包的跑者是啊，你看二垒跑者已经离开跑三垒，他只要接到传二垒是一个 double play， 就现在反而是一个没杀到不说，还让对方轻松回来得到这一分。现在使得蓝鸟队取得领先了，所以这个失误是非常非常要命。二垒的跑者判断错误，他已经往前面跑，他认为这是个安打球。哇，蓝鸟队阴错阳差得到这一分。这球应该没有什么好怪的，完全单纯就是一个失误。对，单纯就是个失误，打的是结实在正向中间手飞去。中间手已经就定位要接杀，你看手套摆在那里，他也许眼睛是瞄到说，哎。现在是前脚站，是陈家呀，不是陈家。这个暂停是要安抚一下王建民浮动的心，以及给现在起来热身的救援投手一个比较多一点时间的热身的机会。好惨。连迪卡布拉的失误能让王建民是有点雪上加霜的味道。前一次敲出了两分打点全垒打的 Matt Stairs， 现在上来一出局满垒。Stairs 生涯面对到王建民呢，哇，加起来已经是十二个打数出现五支安打，全部都是长打。我看得到，我这边就拍得到了。没有什么好看的球啦。好了好了好了。还有，我比我好照。不要照，不要照，不要照。来，宝宝来哦。好看看绿色。哇，红色跟绿色。上面好。你看那龙的颜色，龙颜色。本来不卖的三皮，我也没可以。龙的颜色不是黑色吗？把你把你给拍了卖了。Oh, no, no, no.
有啊，还有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还有很大哦。
那你说他有没有？他动了，他帮他。